走走，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不是那么大的冲力，不是那种把基础洗掉的话，那两栋大楼不容易把它冲掉的。这个厂家哪单子？这个厂的石头火着火了河水，冲击在河床冲击的声音。厂家哪单子？石头火着火了河水，冲击在河床冲击的声音。